颁发奖助学金，让光荣加上幼保科的学生加强职场能力，提高就业竞争力，达成毕业及就业的目标。想要读幼保科是因为我觉得幼保科的课程多元又丰富，不单单只是帮宝宝洗澡，还有很多跨领域的课程，还有很多志工的活动，老师会推荐我去参加。那上大学一直是我未来的梦想，但是我觉得大学的学费太过的高昂，我跟家庭可能无法负担得起。那经过老师这个讲解，让我知道产学合作对我未来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我能把高职三年所学的知识运用在我以后的就业上。我很高兴就是可以领到这次的奖学金，对，然后我也谢谢就是学校还有老师，就是给我们这么多机会，然后就是也给我们了很多鼓励。首先我们像高兴好能够跟精英集团以及南亚技术学院的一个合作，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产学的过程里面无缝的接轨上大学的阶段以及未来就业的一个场域。好，那这一个是一条龙的服务，我们借由这一次的合作，我们把精英国际集团南亚技术学院的资源、师资、设备导入光荣加商的幼保科，为我们幼保科的学生提供就业职能、课程学习、证照取得、校外实习以及就业接轨一条龙的服务，能够深耕，然后培养更多优秀的幼托方面的人才。那希望呢，培育呢他们往主管，那甚至呢站上国际的舞台。我们那个创办人张英雄董事长今天又特别加码鼓励同学们在这个统测啊，能够400分以上呢，我们加赠笔电一台。然后500分以上，笔电加手机哈，那目的是希望说，让同学们呢哈能够呢更努力，有一个目标，然后呢毕业以后马上就就业。基隆光荣加商、南亚技术学院、精英国际教育集团三方产学合作，使幼教产业可以以一条龙的方式完整培育，让学校结合教学与实务的能量与资源。光荣加商。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